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。另外，本频道的会员机制已经开始，最低只要15块就可以帮偷主播加菜。用 PC 版进入我的频道首页就可以加入喽。来，来来来，都来都来，偷主播，毕竟你今天你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欧菲大战，你想一个，你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哎呦，好可怕哎，好可怕！就是偷主播，你先帮我们解释一下，今天这一次到底要偷什么？今天这一池就是要抽我们这个全游戏最自由的女人啊，我们的炮姐啊，抽到她基本上弹射世界最平民的队伍。弹射世界队伍有分很多体系，其中有一个体系就是强力弹射，就会用到我们的炮姐。只有这个体系是六种属性都是同一个板子，其他的队伍都是要额外去抽的，所以这一队是最平民的。这么多人，你们今天总共要抽几支？不然就是抽到光炮就赢啊！我们就是抽到光炮就赢啦。就记一下是第几抽这样。我要外岔，我要外岔。来，请看你的表演。上次是大丸跟聂宝外岔，对不对？这一次我跟大丸外岔。如果、你不要提到我。你会怕是不是？你现在是不是会怕？你现在是会怕？不会啊，来啊。好，如果你先抽到，那你欠我的那两单就不用还。如果我先抽到，你欠我四单。好啊，没有问题啊，来啊。我先说好，这次让我怎么还你？不是直接汇款给你，也不是直接抖内给你。世界Lumi讲的直播抖多少？11000 ，OK， 漂亮。不能抖他的Lumi那边。我让你两单抖他那边，另外两单汇款给我。我不要，好，两单，你就说好了，对，反正我赢你那两单不用还啊，你赢我，我还你两单，再去Lumi那边再抖两个690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没问题，他们这个外岔最精彩在哪？最精彩在于下一次就是4变8，然后就是8变16，最好这个游戏的卡池一直在出，看哪一天可不可以一次赌个32单。哦，我刚刚才想说，我们应该没有变那么凶残了吧？然后直接超凶残，血流成河欸，我们五个应该要那个吧？就请吃饭吧，没什么问题吧？反正今天最输了，请吃饭嘛，就这样。好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OK， 走吧，没问题。Ready。这个是第一个十连吧？第一个，看一下，观察一下对手们。发现我要专心盯着蓝猫，我也在专心盯着大丸，我要专心盯着你。哦，好啦，先不开了，撞一个，撞一下。有，干的是你哦！我哎，干嘛？哎，贝利梅怎样啊？不是好贵。这个是，谢谢大家。哇，贝利梅，我不是赖皮猪了，谢谢大家。没有没有，你这一次中，你这一次中不代表你前面没赖皮啊。哎、欸，太狠了！上帝怎么永远这么不公平啊？他怎么赖皮的人已经跑完了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我已经连输两局了。我们的欧菲大战前两次都是我输哦。今天只有一个输家，没有很多。对，今天只有一个输家。我们这个规则向来都是只抓水鬼。输了。不要不要不要，蓝猫不要。没中，哇，他也中了，欸、无氪玩家。观众。干！怎么可能？带走！各位观众，你们看到了吧？剩下有氪金氪最多的三个人还没出。我有氪金塔吧？我今天有先氪两单呢。难道又是我？看一下，恭喜大丸4单。我后来想了一下，还好啊，因为就算老猫不跟我要这两单，我还是会都给露米讲啊，我又没有差。对，可是你要赖皮，继续赖皮，做做效果啦。我有说什么币种吗？对，今天我跟他老婆也才认识几年而已，他就一直要我氪，各位观众，这一次多找了两个人，比到20抽，他们已经走了。对，好爽啊！怎么又剩我跟Tommy和聂宝在玩了啊？哎，而且我还没有出五星呢，不可能吧？来了，跳台！还是现在哇？还是你们要做个法这样子？挖一个白转白，公开啊，或者是去厕所乱一圈这样。怪的，碰一下，碰一下，我不能再当水鬼了吧，各位观众，出了，不是吧，兄弟？25，爸爸换我了。哎，爸爸，我们先把那个 OBS 关掉，先避个风头吧。我觉得这里怪怪的。爸爸，我也，看怎么已经有人开始旋转了。哈哈哈！开始摆画面，开始做法。你们知道大家知道这个画面是什么吗？就是上香，已经在帮两位上香喽。宝宝，你等等，哎、欸，我有啊！你把，哎，哎哎哎，万炮！
哇哇哇中了火龙欸，那有人哭啦，弹起来，这只很帅欸，罗尔夫。哦欸，我跟我宝宝有没有感觉很害怕，他脸欸，欸你这个跳台很夸张欸，哇哇塞，大王好鬼哦，你好扯哦，你真的很会抽欸，更扯的是什么，三张都歪欸，哇还来还有欸，你四个哦，四个很强欸，我最多只看过四个，好扯哦，我从没有看过这种画面，我现在很害怕，我现在那个心脏哦扑通扑通的跳完美回避，太强了，大丸。60，60，60，别跑 ，Go Go Go！ 哦，累积到60抽了，有好紧张哦。哇，先抵达终点的这个风景好美啊，大丸。来了，自由的女人来了。宝宝不是吧？哦。哇呀！宝宝这个回避也是不错。风骚走位，风骚走位啊！我感觉，哎、欸，宝宝，哇，宝宝，啊！哦，宝宝先行一步了吗？哦，还有没事，人数哥先把该抽的抽到手。人数哥也该要有了。不是，懒猫是已经赢了，然后开始在玩 OBS 的各种功能，对不对？哎、欸、妈的！来，宝宝，跟你说再见。零。宝宝为什么要互相伤害彼此呢？没关系啦，我这个月三代已经没了啦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当中还出现很多，大家一直玩弄我，你看。那宝宝那个蛋是怎么会怎样啊？不是恐惧吧？颤抖吧？宝宝颤抖吧？恐惧吧？哎呦！哦，这个角度，魔女好多，好像会抽呢。太强了，大丸到底几个五星啊？哎、欸，五星都到不想数了，真的。你抽到超多的，哎、欸，宝宝我也来了。我的天哪，赌神又灵验啦，我快点帮大丸摆一个阵型，摆好，你看我已经他摆好了，他直接让他上香了，还有机会哦，还有机会拉尾盘，哇，又是 new 来了，尾盘，有，这一颗，哎，不是左下什么这个，这个是怎样？为什么有一个风大叔，然后画面是黑白的？拿那个东西来洗我脸啊！不要啊！我们就放这个画面啊，左下角那个画面不用管它、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已经干到底啊！我跟猫现在就是干到底，不停干到底，绝对不停。我今天应该不会是输最多，然后多欠两单，又要请吃饭，还抽不到光炮。哦，各位，我跟上你们了。真的吗、欸？你再等一下好不好？怪怪的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他妈的，台北 Assassin， 嗯，我是最棒的，没错，哇，来了，啊，对啦，颜色弄回来啦，有料，真的有料，弄回来太好了啦，我今天有个完美的结束，好啦，啊，反正疫情结束要吃啥再说了，好不好？欠你们一餐，我们直接约你家，感觉很方便哎、欸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好啊，可以啊。我先说，我这餐要请之前的话，前面还有贝利梅欠我一餐，伦也欠我一餐，你们两个请完才轮到我，合理吧？我随时准备好，我之前只要贝利梅欠我们一餐就好。没错，我跟大家讲一下。我就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道理啊，吃起司棒的东西是先来后到嘛。贝利梅去年好像是五月还六月某时候会，当然欠我们那个台中居酒屋，到现在都还没给，对不对？合理吧，各位？阿梅先请，再轮到懒猫，再轮到我。他已经在那边比表情了。那就先这样啦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既然25抽就出货了，我跟你们讲，比赛还有下半场啊。我们这个欧菲大战结束之后，我还要来抽一下我们的神速哥啊。刚刚没开到盘，我们这边直接开一个，下一个五星是不是神速哥？没有问题吧？来吧，各位 ，Go Go Go！ 欧菲大战这个后面加码，第一个十连，给我一个跳台。
哎、欸，恭喜，问就是没有，不可能，我这个有偿出不了下一个五星吧？出吧，见好就收，25光炮很好了。我岂能这样？19，传言中19必出跳台来了，神话哇，阿拉丁。撞一个，有了，中了，来是谁？蓝蓝帮，可怜呐、啊！好了，恭喜粉红帮胜利了，我们停了吧，各位。